Vogue Taiwan. This is Crystal, and I'm at the Coach Fashion Show. I think it's cool. I like American Stock Exchange. Coach 把他们的 show 放在这个里面，我觉得还蛮屌的。印象比较深刻的男生是那个流苏的，我觉得蛮 hippy 的。女生的话，我觉得这次他们用很多花的 print， 然后比较 frill 的这种感觉，所以就是不管是长的那种裙子或者什么，就像他刚刚说的，他看到男生很 hippy， 但是我觉得女生的也是有一点点嬉皮的那种 style。因为以往我都觉得穿裙子很不方便行动，但是好，我会尝试。因为我觉得今天在秀上看他们穿那些雪纺裙，其实没有到 too girly， 它有一点点帅气，但是同时又不失女生的感觉，所以我觉得好，今年春夏可以尝试一下。